当当当当，各位车神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飞车也疯狂。5月16日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迎来3周年全明星之夜，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各位玩家票选出来的选手们齐聚一堂，为大家带来了一场丰盛璀璨的表演盛宴。那么赶紧跟着集妹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全明星赛期间发生了哪些好玩的事情吧。飞车也疯狂， Go Go Go。要说欢乐，哪能少得了安妮和她的后宫红孩儿呢？笑得这么开心，让菊妹康康在看什么好玩的呢？安妮，自己看自己的黑历史也能这么开心吗？哎，菊妹本身就听到了玉总训话。浩哥，玉帝哥，今天有没有在新人赛里自信的拿冠军？来都来了，肯定有自信的。直接4-0拿下比赛 ，OK？ 看运气的。加油！不看实力，看运气。加油！化妆前，美男子东东正在传授自己的护肤小技巧。上次比较差一点，所以。小声点，大魔王闭目养神中。好队友子仔关怀上线。这么困，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哎呦，今天晚上不是要来横扫的气氛。天使队这边，我们的队长海海子正在跟逆心探讨着游戏问题。疯狂刷小飞，疯狂刷被动，没用。接下来是集妹的战报时间。随着子龙队2-1战胜星矢队 ，S 联赛3周年全明星之夜圆满结束。在第一场竞速新人抢四混战中，所有人眼里只有状元和卡位，玩得不亦乐乎。最后 ，JCR 阿深在围堵中杀出重围，拿下本场新人混战赛的新人王。第二场个人道具娱乐赛，第一局6人混战互打，各不相让，最后逐渐变成3v3组队道具赛。RNGM 云海、QG 宁青和 RSG 小玉竞速3人组对标 RNGM 大圣、QG 子仔和 RSG 救援的道具3人组。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海玉清在一路欢声笑语中被子仔偷偷得了4分，拿下本场娱乐赛的优胜者。为什么是他呀？赛后子仔还在获奖感言中着重感谢了好兄弟宁青的助攻。我只能说被宁青搞死。而团队赛的第一轮个人竞速中，星矢队的 AG 狮子和 RNGM 云海相继反向 ECU， 看呆了局内和场下观众。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张西部矿山地图中， RSG 东方最后强势冲线，证明了流传甚广的西部克东方什么的都是玄学。在接下来团队赛的第二轮道具赛中， QG 慈仔带领着道具组又拿到1分。虽然第三轮 KOF 模式中队长 RNGM 云海努力发挥帮助星矢队拿下1分，但子龙队仍以大比分2-1拿下这场团队表演赛的胜利。虽然比赛有输赢，但局内在现场感受到更多的是选手们的喜悦和享受。另外随着5月15日入晚， QG 2-1拿下 RSG， 春季赛常规赛阶段也宣告结束，季后赛8支队伍名单也新鲜出炉，其中进入 A 阶顺位的是全胜登顶的 RNGM 和紧随其后的 QG、RSD、RWK， 进入 B 阶顺位的是 E-Star、停酒、RDG 和 JCR。另外，集妹大声报备下，季后赛首战将于5月21日正式打响，各位车神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哟。经常久坐，身体有无健康问题？眼睛多少度？平时有没有保护眼睛小技巧？肩颈的话会有点，疲惫。脖子会痛，这里痛，让教练帮我按。是100多度，有点散光，建议大家就是看手机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对眼睛放松一下。夏天最爱吃的食物饮品，哪位队友也同样喜欢？苹果啊，吃西瓜呀，喝奶茶吧。风华的话，他一般是晚上睡觉都抱着那个1.5升的可乐睡觉，第二天就喝光了。Oh my god！ 冰镇的西瓜对半切，两个人吃。冰的饮料啊、水这些我也不能喝多，肚子容易疼。参加本届全明星有什么感觉？想对粉丝说什么？对分组的看法？反正谢谢大家支持吧。金酸，不要让我零分就行了。我吐槽一下，本来练了一个赛季，准备来打竞速的，结果不反串了。我太难了，后悔来了。分组的话就挺完美的，随便打。喜欢刷什么类型的视频？刷游戏刷的比较多，唱歌的视频，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再明显 Nice。直播带货的吗？几千块钱吧，就看看那些主播有些好的推荐就去买了吧。好笑就行，比如说那种动物的那种。如果给你一种超能力，最想选什么？把我后脑门安一个空调，任意门嘛，随时都可以回家。回到过去，过去有很多遗憾。给我一种能够制造超能力的超能力吧，就可以卡 bug 了。创造另一个空间的，我比较喜欢安静。超能力没有想过，不切实际。立新就这样一个人呢、啊，我比较喜欢安静。把他关在小黑屋也是创造另一个空间呢、啊。现在有没有偶像压力？第一次被粉丝要签名的时候是什么心态？打了这个样还有粉丝，挺感谢他们支持我们的。没有粉丝找我签名，自己在家苦练签名，然后也没有人找我签名。偶像压力也没有吧，给我一个模板，然后我自己照着签啊。虽然说大也不是很大，但是还是会有压力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飞车也疯狂的全部内容啦。接下来的季后赛期间，局内也会与各位小伙伴相约赛场，一起跟着可爱的选手们共同进步，见证一个个里程碑的诞生。感谢大家的收看，飞车也疯狂，我们下期见。希望粉丝们多来看我们 RSG 的比赛啊，然后希望一直支持我们 RSG， 然后感谢大家，谢谢。感谢粉丝们的支持吧，然后祝大家天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2018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夏季赛的冠军已经诞生，让我们一起向这些谱写传奇的选手致敬！恭喜他们获得了2018年 QQ 飞车手游 S 联赛夏季赛总冠军。你们先卡住了！啊，前面卡下去，大气可上！他们是冠军！恭喜阿金！恭喜阿金！今天他们是冠军！他们是冠军，也许会迟到，但是冠军我们从不缺席。让我们把最大的热情献给这支强大无敌的战队，阿金！冠军，他们来了！他们从未如此接近，冠军我们来了！阿斯基，希望再生，夺冠了！他们是阿斯基，阿斯基夺冠了！是的，等得太久了，我相信所有的粉丝，他们都在期待，期待的喊出阿斯基是冠军的那一刻，获得2019年 QQ 飞车手游联赛秋季赛总冠军！冠军！